泡面食堂盛大开张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！每次吃方便面，我都会打个领结，好好的伺候自己，仪式感会很强。花样泡面等你品鉴。凤梨贡汤口味为什么可口呢？因为它不但有辣，还有甜，还有酸在里面。但是印度那边的这个泡面的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。哇！中国最古老的一碗泡面叫雪面。我觉得这个面太好吃了。星期天晚10点，百度 APP 天天向上。